嗨，妈，能聊聊老爸的事吗？老子叫什么？干嘛的？干嘛的？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爸一直是邪恶军阀吗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吓到他，他有很多计划跟远大的抱负。他说他向往征服世界，我以为只是讲讲而已。但是没跟伽马当相遇，就不会有你了。哎，他老爸是超级大坏蛋。糟了，是伽马当。没去厕所吗？出来吧。同学们，真忍者知道何时大显身手，何时隐身暗处。太扯了。好，各位，去拿下伽马刀。你抓不到我的绿忍者，看招。痛死我了。嗨，老爸。劳力士，人家叫做劳歪德。老爸。开一点，没有人的父母是完美的。对，不过我感觉伽马当有难言之隐。为了了解你的未来，你必须重拾忍者根源。你爸爸也是一名忍者。哎，过来！劳力士，听到了吗？我们唤醒了势不可挡的怪兽，秒杀！你们准备好为忍者国奋战了吗？忍者 Go！ 劳埃德、伽马当、阿刚、赤兰、可可、阿光、赤地、冰忍、吴大师，我好久没感觉这么过瘾了。劳力士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好像受伤了，很惨吗？很惨吗？我不敢看，程度从一到十有多惨？我大概会说七。点手都掉了。